今天搞不好区域防守守到底，有可能哦。背后运球，张宗宪再踩一个脚步上篮。调皮的学生又出来反抗老师了。蔡文成的超解原本就是他的强项。看到裁判没给哨，对，徐总也是很生气哦。对，本身这边判定了。张宗宪，哇 ，Come on！ 哦，观众就爱看这种比赛啊。哇，扎扎实实啊！冈田就蓝少辅一个人得分，他拿下了单节七分。球了回到中线的手上，外线投射有三分球，发生失误了。张宗宪一个转身就有快攻的机会，哦！我看一下这球跌跌撞撞啊。直接双脚垫步起飞，看得出来今天在勇士队的防守还是不含糊的。哇，喷射机起飞，能力有一定的足够的信心了。再来一个张宗宪 ，He is flying， 已经打开了。张宗宪拿下16分。